花时间的，那当然前面的东西我们都有把它录下来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有一些东西你忘记没关系，前面都有，所以在我们的论坛里面，然后每一次上课都有录影。那我是建议你有空的话就可以把你比较不熟前面讲过的东西啊，也许你忘了没关系，可以再把它复习一下。另外云端白板里面也会有我们需要的，有没有？云端白板里面这边当然有教学论坛，里面云端白板数学函数，那我刚刚做的这个程式码在这，就是做完的程式码，你只要把它打开来，上之前的那个公式啦 VBA 这边都有。好，然后呢，刚刚的东西其实就在这个教师研习时数这里，所以刚刚的公式这边也有，如果你假设有些地方漏掉，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那再来就是如何保护公式与资料，公式就是隐藏起来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隐藏。那锁定就是我要保护的地方。那基本上那在 Excel 里面它的保护的规则是这样，就是说呢，它理论上是针对这个工作表去做保护，所以你要先确定一件事，第一个，你是不是全部要保护？如果你只是部分保护的话，那你要先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先全选之后，按右键，储存个格式，怎么样呢？把里面的那个锁定把它取消掉，预设是全部保护啦。那可是我们今天比较特殊，因为我只需要保护什么？保护这个范围。那其他的范围呢？我不保护了，反正其他范围你要改没关系，反正随便你改没关系。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帮我改，所以呢，我要先做第一件事什么？先全选，把那个锁定打勾取消，意思说全部都先不保护，按个确定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再针对这个范围做什么呢？按右键，储存个格式怎么样？把它设定什么呢？锁定。那这个锁定意思说，只要呢我锁定的，然后呢再到校阅保护这个范围就不能动了。第二个隐藏指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也希望上面的公式，好，你这个公式你不希望被看到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隐藏？哎，其实还蛮好用的，因为很多地方你都不希望被看到，你这怎么做的话，好，因为其实也麻烦啦，这东西其实。有些会牵涉到一些机密啊，因为公式里面可能有一些机密，你的资料从哪边来啊，怎么去做的。好，那你如果希望把它隐藏，那这边把它打勾之后按确定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先取消齁，然后再隐藏这个范围。这个范围啊，锁定跟隐藏之后，你按确定它当然不会马上生效哦。如果你要生效的话，还要再做一件事，就校阅里面。保护工作表，所以两阶段哦。第一个是设定你要保护的范围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切到保护工作表里面，然后呢，当然你按确定它上面没密码哦，它可以很轻易的取消。像之前有人这样子啊，他没有加密码，他只要知道什么校阅里面哦，目前当然有保护啦，而且能不能改，不能修改，他会跳这个。那如果聪明的人，他会这边有跟你讲说哦。若要进行变更，有没有？请到这边，可能要需要。但如果你没有加密码，你直接按下去，它就取消了。所以理论上呢，最好呢加个密码。那我加1234好了。好，为避免就是练习的时候不要太复杂，没有1234，按个确定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使用者如果要变更的话，也一定是不能变更。公式呢，也一定不会显示出来。而且他如果要变更当然不行，有必要放资料编辑也不行。但是呢，他如果知道说，哎，校阅里面可以取消，他按下去会有密码。所以如果呢不知道密码的话，他一样呢是无法去做资料的变更啊。但是呢，有一种情况就是连你自己也忘了密码的话，好，那也蛮麻烦的。所以尽量那个密码也不要太复杂。比如说呢，我刚刚是用1234啦，但是你用1234按确定，其实。应该是 OK 的，它就取消了，大概这样子。那当然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呢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说呢，等一下会延伸出去讲一下有关，就假如说呢，我们设定了保护，那如果我们之前有讲过说，如果我今天呢，要在旁边做两个按钮，一个按钮是按下去自动帮我把公式丢进来，第二个按钮是取清除里面的资料。不过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因为我保护了，可是保护的话，你要把它清除，特别注意哦，或者是你要加新的公式进来，其实呢，就等同就是因为你保护了，所以他会告诉你说，没有办法哦，所以会造成一个问题。
就是说呢，你要修改不行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所以这边会延伸性顺便跟各位讲，因为这也是之前还蛮多同学问到的，因为他也设了保护，可是他又要用 VBA， 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只要呢动态的去怎么样，把密码在 VBA 里面怎么样丢给那个Excel， 他就保护取消。取消之后的话呢，最后呢等到 VBA 完成再把密码加回去，其实也可以。那只是说呢，要怎么样动态的去解掉密码，并且再把密码加上去。这个地方因为蛮多同学自己去找书，还真的找不到答案。所以后来的话，其实我就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只要加两行程式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其实非常简单，你会你就可以解决，但你不会的话，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因为你有加了保护，那你又要写 VBA， 怎么办？那就挂了。好 ，OK。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，第一个如何做这个保护那保护方法记得先把全选，好，记得先确定一件事，全选之后把这个都把它打勾变成没有，意思就是我全部都先清空，没有保护，只有针对这个范围做保护。好，那保护取消啊，再来做校阅里面的保护工作表，好，这样它才会生效啊。密码我是用1234，好，不过另外还有一个，好像之前有同学遇到一个问题，就取消他连他自己都忘了密码，或者是说呢，人家加了密码，但是呢，他又很希望知道说，对方那个档案里面的公司到底怎么下的，比如说他隐藏起来了，可是问题这边保护了他看不到，那怎么办？其实还有一些方法啦，我们待会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。